累积了一年的实力，也储备了一年的电力。Vivian 一出手，再度让他的粉丝们尖叫到不行。不但为新专辑《狠狠爱》拍摄了背部全裸的性感海报，来作为犒赏粉丝预购的礼物。新歌签唱会上，更公开以一身白色性感装扮劲歌热舞，低胸中空的小可爱微微露出腰间刺青图样，再搭配上小短裙，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赴日打拼闯出一片天的徐若瑄，成为哈日少女们的流行教主，举手投足间都充分地流露出她的卡哇伊。不过这回她选择褪下可爱装扮，变成性感熟女，展现另一面的徐若瑄。而有别于以往呢喃似的唱腔，新专辑的歌曲将之前远赴纽约习武练歌的成果展现歌迷面前，劲歌热舞充满 power， 也让 Vivian 直呼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一位歌手。以前就写过不少歌词的 Vivian， 这回更亲自填写新歌不由自主的歌词，再度展现她的才华，也让 Vivian 向全方位歌手的境界再跨了一大步。接下来的 Vivian 想成为什么样的 Vivian， 就请她现场来和大家一同分享她的想法吧。哦，现在你看了，现在从那个裸背到海报开始吓我一大跳。好，这张海报我想就是预购可以送给Fancy 的，就是这张照片拍的时候蛮冷的，那时候是寒流来，所以旁边是放一个暖气这样。其实我还没有看过你这样的照片呢。其实是因为我很信任那个摄影师，所以才我们讨论出来之后才敢做这么大胆的照片这样。因为那个摄影师他现在，我是10年前在日本认识他的，后来他日本人吗？新加坡人，新加坡人。然后因为我们都是外国人，然后在日本发展，然后我们那种互相就是很替对方加油。后来他真的发展得太好，就被挖角到纽约去。就我最近看他的作品，就是拍 Tom Cruise Make a Lion 了，拍得真的很好，所以我觉得说他这次听了我的专辑，他提出说我们来做一个就是比较大胆，可是是在fashion 的范围，并不是说故意要去裸露。然后我就觉得只要是他，我就愿意相信，就拍出来真的非常好，真的很好，而且就是你的那个眼神呐，就是有不一样，所以就杀气很狠。不是，就这些都是他拍的吗？对，这个照片，对，那都是他这次新专辑的封面跟内页都是他拍的。我还在想，我说我觉得这个照片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了，颜色、头发还是味道？我觉得是味道我自己看都觉得我眼神拍照的时候的眼神跟以前比较不太一样，以前是比较无辜啊，这样子。现在是动不动就好像耍狠的感觉，耍狠的感觉。好，对，其实 Vivian 在这个，我不知道你那里有什么时候刺青的？我没有，我很怕痛。那个是我跟我弟弟还有一个小妹妹一起设计的我的 tattoo， 然后那个是 Vivi 的意思 ，Vivi， 所以正面看跟反面看都是 Vivi， 对。所以你身上那个是？是纹身贴纸，纹身就是你现在送给大家的这个纹身贴纸，所以我回家把它弄了，我后面也会有，就对了。可以啊，可以，你可以贴在那个骨沟上面。小燕姐，你没问题，还是你要贴在胸前也可以。我觉得我贴在额头上可以遮点皱纹。好，很多人说徐若瑄在就像你讲照片，因为以前你的照片可能就这样子，所以很多人说徐若瑄也一直是很可爱的样子，但现在徐若瑄像所有的人说我成熟了，我已经慢慢的不像日本人讲熟女了。熟女，我觉得我这一两年真的有做功课，
因为好像一两年前我开始觉得自己好像奇怪了，怎么都一直在做一样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好像被掏空了。然后而且也长不大的感觉，是吧？自己都觉得自己眼神空空的，然后就是长不大的感觉，然后就开始去学东西。像这张专辑，我去年二月我跑到洛杉矶去跟黑人老师学唱歌学跳舞，因为我才发现，因为我这个学习的过程，我才发现原来自己还有那么大的空间，那么大的潜力，可以做很多事情，对不对？哇，离那个百分百还差太远。所以艺人有的时候出去一下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哈。我觉得像我认识小燕姐15年了吗？我是15年前认识你，然后就是参加才艺美少女选拔，然后我今年上个月刚刚满30岁的生日嘛。就那时候你是一个15岁的小女孩嘛，对不对？对呀，其实已经过15年了，真可怕！天哪！所以我就觉得说 ，OK， 我这次去美国发现说，哦，原来自己有开发不完的潜力，真的要不断的去学习，然后去了解自己，还有去挑战自己的潜能。所以我在想，我应该还可以再走个15年，因为我发现我自己的能力OK， 对不对 ？OK。其实你想想看，其实现在你看在美国啊，最人家觉得最性感的对象或者最喜欢的女人，几乎都是30岁以上的女人，对，几乎都是。那在台湾，你看，比如说现在红的林志玲什么，在她18、19岁的时候她也没红，她一直到了30岁她才红。所以我想现在是一个，大家喜欢有脑袋。但又带性感，不是说光有脑袋就可以。好，我并不鼓励很多人说现在女性到30岁你就会可爱。No， 除了外表也是很重要的，对不 对？所以我想，但是30岁女人会让很多男人会觉得你比较懂得。其实我觉得自己也是这样，就是说到了30岁的时候，你自己会比较晓得你自己适合什么。比如说我适合穿什么。我适合做什么，我适合要能去做什么，或我不能做什么，好像这个时候才自己比较清楚，才慢慢开始，现在开始可以摸索这样，之前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其实一路走过来，你也会发现说，其实你还 anyway 还好了，我觉得还是老天都对你还不错，有很多很好的机会的。我觉得运气还不错，只要我努力的话，如果不努力的话好像都没有什么运气。但是我发现只要我很努力很努力，然后去做一个事情，都会是不错的结果。哎，我记得最近常常听你一首歌，就是那个喝酒那个广告。那个好想你，好想你，对，也是在这张专辑里面。对，那个是我们第二波的慢歌主打歌。那歌听起来就，我不知道配那个画面，好像，因为那首歌就是说，你真的很想念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可能是你亲人，或者是你男朋友、女朋友，或者是你好朋友，他可能在外地，就像姐姐现在对她老公的兴趣，那或者是。可能在美国，在日本，或者是甚至只是在南部，你很想念对方的时候的一个心情，然后你会挂念对方，希望他不要忘记吃饭啊，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在提醒自己这样子。假装坚强了，假装坚强。这首歌就是假装坚强。那你觉得你现在好像很多人觉得说，我记得菲菲姐以前也讲过说，刚去日本啊，或者当中，其实她说。他说我觉得我自己也算够坚强啊，有很多的事情，就是他说我这个人就是来得快去得快，哇，哭完了以后就打没有，明天还是要起来。我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你说那是假装坚强也好，是真的坚强也好，好像就是日子还是要过，不管你碰到什么多难过的事情，问题还是要解决这样。只是会让你自己更知道怎么样去面对问题，对不对？没有时间哭，只能哭大概几分钟。我没有时间哭那么久，而且没有时间难过那么久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能被一些挫折去牵绊到，就是
我觉得没有很多时间在那边后悔啊，或者是烦恼说，烦恼说啊、哦，为什么这样、啊？我怎么做了这个啊？做错了就算了，赶快往前冲就对了。啊，可是如果你本人看到徐若瑄，你会觉得她是一个啊、哦、脸很小、很瘦弱的女孩子，然后你就觉得她是一个好像可爱兮兮的，然后好像在之前她可能尽量。即使有很多事情他的脸上都是有一定的笑容啊，我总觉得Vivian 就没有，我最近都蛮狠的 Vivian 我就对，但是 Vivian 也算是一个好，我们把女生分为很多型啊、你也算是一个放电女。好，放电女不是说你自己不是说你要去勾引谁啊，放电女就是说你就是坐在那里，你的眼睛其实你是看着天空，可是男人就会觉得说他就对我放电这样子。你晓得有很多的女生其实你是在对她放电，可是男人感觉不到，你虽然没有放电你就会这样，就是说你天生那个会吸引人，你觉得这个会不会带来你很多的困扰？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因为我觉得每一个艺人应该都拥有这个特质，否则你怎么去吸引那么多的歌迷来看你、注意你、来喜欢你？所以我觉得没有眼神的艺人应该就是没办法吧，没办法做太久，我觉得是这样子。但是，那还是会很多很多男生如果在跟你一起工作，会不会觉得你喜欢他？因为你其实是一个很 nice 的人。来了，我不晓得，可能应该有吧，多少有吧。真的吗？因为我对男生跟对女生都一样，在工作的时候我喜欢大家就是很开心，就好像苦中作乐这样子，不要好像很严肃。所以我记得上次我们访问你在拍那个什么戏，暴风雨龙卷风，狂爱龙卷风、对，狂爱龙卷风，对，你说大家都说 Vivian 是一个超能力的女生，大家都已经累得要死，她前面很累都快哭累，又马上说笑话让大家很开心，这是你很了不起的地方。但可是在那天我看了一个新闻，我觉得很好笑。什么新闻？你说我跟吴建豪仍然是十指紧扣的好朋友。好，是你刚讲的吗？你刚讲那么多就是要问这个对不对？你说我跟吴建豪仍然是十指紧扣的好朋友。好，是你刚讲的吗？你刚讲那么多就是要问这个对不对？没有 ，OK。十指紧扣是什么意思？我没有，这是你讲的吗？没有，我讲的是五指紧扣，我讲错了。我要开玩笑，然后还讲错话。我讲的五指紧扣，然后记者就说应该是十指紧扣吧，五指紧扣怎么扣啊？我说对，十指紧扣这样。那你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说你们是牵手的好朋友？不是，因为我说我们是好朋友，然后他们就一直问我好到什么地步，好到什么地步。然后我觉得常常有时候媒体会乱写，或者是开玩笑，我想说那我就是用比较轻松的态度，我就说我们好到像十指紧扣的好朋友，我就有开一个玩笑，然后。就变成这样子。我记得还有一年那个我们在高雄办金曲奖，你那个时候后来有跟周杰伦一起合作歌曲嘛，对不对？那我想吴建豪喜欢你也是因为另外一年的金曲奖，你穿了一身桃红色的小羊，你的那个记性好好哦，看起来很恐怖哈。我是该记得记得，不该记得会忘记。但你想的那天你穿的那件桃红色，我觉得不要说男人，我觉得任何人，我们那天你星光亮走下来，我们都在后台嘛，然后看的 monitor， 然后我们还跟导播说啊啊啊，就大家在想哦，这
今天最棒，今天最好看的衣服，最赞。我说哇，薇薇挑这套衣服太好看了，那一房才1000多块哎啊！不要讲，你告诉人家，人家。而且那个鞋子也是1000多块，我记得我那时候是从日本飞回来，然后我都是习惯自己准备衣服，嗯，然后就是去那种二手衣的店啊，挑一些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东西。你真会挑，那个衣服非常好看，所以我在想那天一定后台所有的男生都被你这样就感动啊，蹲，嗯，所以我想应该是那时候就开始交朋友吧。嗯，那时候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帮他写歌词这样子，我们是从那时候开始认识的，然后我就真的在他专辑里面帮他写歌词，我们是因为这样子而变成朋友，其实就是这样的，对不对？嗯，可是现在也没办法交这样做词曲的好朋友，对不对？你是说周杰伦、吴建豪这几个现在都不行了吗？行啊，还可以吗？哪一方面？就是写歌词啊。可以啊，可以啊。嗯，你不怕他会怕他的女友不高兴呢？哦，我觉得那是音乐上的合作，应该是还好啦。音乐上的合作，通常写词的人都不长得像你这样的。那就不要直接联络，那就透过公司。如果那个女朋友会担心的话，可以透过公司啊，因为有时候觉得，我觉得女人如果不防你，她也是太不小心了，对不对？谁敢？谁有女朋友家里谁敢放这张？老婆，我希望你能够这样子。头发。但其实很奇怪啊，我们女生的歌迷比男生还多哎。我每次出去就是说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是表演啊，来的带。半成以上的女生都比男生多一点。对，因为女生觉得我很希望我可以像这样子，因为你做到很多女生没有办法做到，我没有办法这样拍照嘛，就是我这样拍照可能人家不敢拍嘛。我练好久哎。真的吗？对啊，就是去每天去健身房，然后带去就是去3个小时，先跑步，然后做机器，完之后游泳。所以我刚刚就觉得你的身材真的有变，最近比较健康，因为我、就是、而且你不是你这边又结实了，这边又丰满，有肌肉。对，而且我觉得以前你白白的，但是比较泡泡的，那是身体不太好。嗯，那我就想说这张专辑我想要很认真的做，然后我怕我身体受不了，因为我之前黑色饼干的时候常常会昏倒。嗯，那我就不希望这张专辑有那种体力不支啊昏倒，所以我就是2个月前我就开始运动。而且我觉得你的身材更好，因为这边结实了，那边就这样更庞大。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运动，可能没办法表现出那种健康美。也是啊，拍这种照那个肌肉的弹性的感觉很重要哦。对，然后你的 MV 里头就每一个人这样动来动去，这个都其实都要，你不要看艺人啊，就是即使是一个小小的舞步啊，其实都要练很久哦。好了，那你告诉我，你现在也30岁了，真的总该交个朋友吧。那你到底有几个好朋友？你能不能把名单列一列？我以后那个人家问我说 Vivian 到底有多少个好朋友？有了有了，很多。我就说好，在这个名单之内的都是好朋友。真的很多，我开始念哦。好，那你到底有几个好朋友？你能不能把名单列一列？以后那个人家问我说 Vivian 到底有多少个好朋友？有了有了，很多。我就说好，在这个名单之内的都是好朋友。真的很多，我开始念哦。好，你开始念，我想想。Afi、Elsa、Jennifer， 你不能讲，我不认得的。我刚
你讲的是你姐姐儿子的名字。没有，我女生的朋友，其实我圈外的朋友比较多，然后工作人员的朋友也蛮多的，是化妆发型，因为跟他们相处的时间比较长。但我们看到都是记者拍到你跟艺人在一起，他们拍女生都不登，他们都只有拍男生，好像我只有男生的朋友一样。对，对呀，拍女生他干嘛登呢？对呀，那。对啊，我根本那……但是我在想啊，其实哪有一个男人是定做好给你的，对不对？你总要去寻寻觅觅，然后不在寻觅的当中，你也不知道你适合什么样的男生。你小的时候都会给自己说啊，我希望我将来要嫁一个啊，我讨厌戴眼镜的，可能你这辈子就嫁个戴眼镜的啊，我讨厌他胖胖，就嫁给一个人是胖胖。所以这个是想象跟实际上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不去交往，你怎么去找到你未来的那一位？有啊，我有在找啊，还没有找到。嗯，你这样讲会不会有很多人心痛？有没有？你的好朋友狮子紧扣就手也断。没有啦，我觉得就是怎么讲？我觉得这个艺人谈恋爱没有隐私，我觉得尤其是最近的媒体。就是让我们感觉越来越没有隐私，所以我是觉得说，除非你真的要结婚了，才要去公开，否则就没有必要说，我跟谁在一起，在谈恋爱的阶段，然后让大家知道，然后变成说大家都忘记你工作上努力，每一个工作都要讲到绯闻的东西，就觉得是考虑到这样子不太好，所以我觉得说，在没有结婚以前，其实好朋友。可以用好朋友相称嘛？那好朋友其实有很多很多程度啊，看你好到什么程度嘛。对，其实好朋友也可以，好同学也可以。朋友是比较更近一点，同学是比较在我们这样分好了，以后我们就分那是同学类的，这是朋友类的，好不好？那是工作上的 partner 啊，这是学习上的 partner， 所以你也有一些。周同学，然后也有一些好朋友，这样，唉，日子很难过哟。好，我们来看看你的朋友，说说你这个平常都喜欢啊，有些什么嗜好啊，喜欢做些什么了？我们来看看。他私底下个性就非常非常的活泼，然后。鬼灵精怪，然后有任何疑难杂症他都可以帮你抽那个出手主意，他很喜欢唱台语歌，尤其是跟化妆师喵喵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两个会有唱不完的台语老歌，而且是老歌哦，而且还会两个人在那边配音，一个当海鸥，一个当那个谁，那是谁唱的，陈小云哦。他的个性就是很活泼，然后很像大姐头吧，他会带着我们一群，然后好像有点像母鸡带小一样，他就是做号召号令的啊，所以我们都叫他 Vito。 跟他相处是每天都很有趣，因为他私底下还蛮会搞笑的，对啊，他会做一些奇怪的动作啊，或者是有时候不经意来个放屁，对，然后会叫你过来闻。好，所以啊，女朋友也不用交太多了。不过其实，因为你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你知道吗？其实有些人也许觉得自己15岁应该一个样子，20岁应该一个样子啊，到了日本回来又应该一个样子。可是你其实在这个私下的部分，你很替别人想，所以你尽量让大家开心。你希望工作的时候气氛好一点，对不对？对啊，大家开心，自己也开心啊。因为我一直在小心，怕自己变得太世故了。因为其实真的也做蛮久了，那我怕我是如果有那种世故的感觉，会让身边的人可能不舒服还是怎么样。所以我都尽量就是说，好像大家是像朋友一样，很开心这样。那关于那放屁的事情，我要解释一下。很在意耶，我真的不是叫他来闻，我在拍我的一个化妆品的广告，结果因为我那天肚子真的很不舒服，就一直放屁，然后很臭，然后工作人员都在我的旁边，是化妆品的工作人员，我跟他们不熟，我就没有办法叫他们救我，
我就只好，因为我跟化妆师比较熟嘛，我就说，哎，妹妹，你过来一下补个妆，然后就往后面走。然后妹妹说那什么味道？我就说没有，其实我很想放屁，叫你救我。那一天同一天，我大概叫了他至少六次，然后他就每次都要闻，很可怜，因为我真的没办法，因为他必须要牺牲小我，要不然就是好多人会闻到。OK， 好，这件事情我们就把它忘记好了。OK， 其实菲菲的个性从十五岁开始，他就是一个小男，那个时候叫做小男生杀手，后来就变成男生杀手，他就变成男人杀手，所以一直就这样。好，现在有很多女名模啊，在台湾你知道吗？我知道。因为萧蔷还蛮可怜，对不对？然后萧蔷啊，林志玲啊，然后有时候田丽还会出来骂他们。好，对啊，anyway, 就是漂亮女人。那你也算是漂亮女人。我记得你在上面讲，你说其实女人的性感的定义，你是怎么说的？我觉得你说的很好，性感到底定义在哪里？五十看得见，五十看不见。50% 看得见，50% 看不见，就是说，当然有外在跟内在两个加起来这样。你觉得你自己看不见的占几十分，看得见的占几十分？他真的在量哎。怎么讲？我觉得我一直努力要做一个性感但是可爱，但是又有个性的。的女孩子，我觉得这样又酷。我觉得这样的女孩子是，我心目中觉得完美的女孩子。那法国有个女生叫 Jean Breaky， 我就一直很崇拜她。我觉得她就是很自然，她常常一个 T 恤一个牛仔裤就出来，可是她就是有那种说不出来的魅力。然后她有一次来日本表演，她现在已经60岁了，她以前好多小孩，她小孩都长大也是当演员。还是好漂亮，然后我去看她演唱会，她一站出来唱第一句，我就已经哭到不行，就被她的声音感动了。就虽然岁月过了这么久，然后她还是有那么强的魅力，就对了。所以以她为标杆就对了。对啊，我希望我自己到老的时候都可以像她这样子。所以几分，即使生了小孩以后，对。所以你觉得女人的性感不在于说她是不是有结婚没结婚，生了孩子没有，所以五十看得见，五十是看不见。对，我还是要问你，你觉得自己有几分？我自己哦，工作上很认真，然后很讲求，就是工作的效率跟一些细节这样子，她对工作还蛮要求的。她化妆的特别习惯，就是可能在底方面要很透。然后不要厚，就是粉的东西不要太多，这样就是让脸看起来比较自然。他是自己刷睫毛，他会比较习惯自己来刷睫毛。工作上他完全是非常认真的态度，很严格。Vivi 的发量呢，比较他没有那么丰厚，那他比较注重就是丰厚感，还有就是。那个头发呈现出来的就是那个头型。稍后请继续收看《星空新世界》。我还是要问你，你觉得自己有几分？我自己哦，但是你是几分？外面多一点还是里面多一点？我觉得外面30分，里面30分刚好及格。我觉得我及格了，真的还有很多空间要努力，因为我之前不喜欢看书，然后我发现真的我最近开始培养看书的嗜好，那我真的觉得好多好多书永远看不完呢。那我发现自己看书的时间太晚开始了，如果我再早一点看书，搞不好我可以比现在更好。也不一定了，看书的女人也蛮多，那有的也有的也很难亲近啦。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是不可能完美啊。我想你自己也讲，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他都会有自己的比较特
特别的地方。那你真的是有点性感，还有点可爱，好，然后又很，又看起来好像两眼睁得大大，很无邪的样子。不过，你却是聪明的女孩。你绝对不像你那无邪的眼神，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其实你脑袋还蛮清楚，有的时候你还对自己的工作蛮严厉的。嗯，我觉得我蛮聪明的。我真的，我觉得，我每次去算命，他们都说我六个脑袋啊。因为我其实我想事情真的很快，啪啪啪啪啪这样子。那我一路上走来很多工作，我其实大大小小我自己全部都会看过。然后我，所以其实艺人很重要是选择嘛，啊，对对。那我这张专辑包括那种大大小小会议我都会参加，我已经参加会议参加到工作人员说从来没有看过歌手来参加这种会议。那我就是说我觉得我自己是大人了，我要一起跟大家一起承担失败或者是成功，我都希望我自己是可以掌控，可以掌握住自己的命运，这样讲好了。对，因为如果失败是失败在别人的手上，自己会很怄，然后也会变成是去怪别人不好。那如果说自己也有参与，每一步自己都知道，都有参与，那自己就有检讨，然后也是一个摔倒了，然后你知道要怎么样站起来，站起来。其实也对哈，尤其其实三十岁。我三十岁就结婚生孩子，哇，那不就是我现在这个年纪吗？ Yes, 我觉得这个年纪是最好的。我最近很小。对，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啊，三十岁的女孩几乎已经是算很晚婚的。就我们那个年代，我的那个年代，然后呢，很多艺人不会做到三十岁，几乎、真的、对，几乎都是。27、28岁25、26岁就想办法要嫁要结婚，就是女孩子好像到了30岁不嫁你就是怪怪的，一种就是你可能被人家包养了，所以你也不能结婚，所以你就继续做。那另外一种就是说你嫁不出去，没有人要你，所以就是对女孩子来讲好像结婚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对，就一定要结婚。然后那我是觉得我的结婚，另外我就希望还是一定要有我自己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30岁的时候，想问小燕姐为什么可以做这么久，然后都不会觉得对这个工作厌烦啊还是什么厌烦。好，我现在用念这个念珠在笑。对啊，你好久了，我很真的很久，很久了，快半世纪了。这样讲起来有点恐怖哈。主持其实没有那么久，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不会厌烦？因为它都很新鲜呢、你上次来的时候打领带啊，你在以前来的时候是为了什么？你们都在转变呢、所以每次见到你们是一种新的不一样的你们呢、那我一直好像看到老朋友，然后一种去认识一些新的我从来不认识的人，所以我又很好奇。那我对这个也有很有研究，他哪里不一样啊，他哪里很好。我觉得每一个不一定是艺人啊，作家或者是政治人物，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的特色，他成功都有他的道理。那他如果失败了再来，那他也一定有他失败的原因。那每一个人的个性都决定他的命运，所以我也一边在做一边在学，然后一边可以见到很多人，多好！你不用出去交朋友，他们自己到摄影棚来，多好！一会儿 Vivian 来了，一会儿吴建豪来了，一会儿谁来了，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也蛮好玩的。对不对？那你是真的喜欢这个工作？我觉得是心态的问题。有些人真的不喜欢的人，我觉得做不住这个工作。其实，我想你如果不喜欢，你20岁的时候也就不做。对啊，对不 对？你在日本可能眼泪一擦，我就回台湾了。会不会？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啊。所以 Vivian 在他的身上也有很多不能缺的东西。他的好朋友说他最不能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其实他很少吃面食类的东西，还比较少，因为他觉得面食类可能会胖吧。可是他其他东西都还好，也没什么节制。对啊，然后他最喜欢吃的东西是贡丸。
他超爱台湾的贡丸，他没有贡丸可能生活不下去吧。他真的很爱讲电话，他除了没有贡丸以外他会活不下去，没有电话他应该会活不下去吧。然后我们准备要送他一个那种，因为他电池常常会用完，所以我们就想说要不要送他一个那种可背式的那种带在身上很大很大的电池，以备他随时可以想要讲电话的时候使用。你说在跟谁讲电话可以讲那么久啊？我觉得那个好像是一种我抒发我压力的一个管道。哎，我后来想一想为什么那么爱讲电话，然后我爱讲电话是从我去日本的第一天开始培养的。我第一年几乎没有赚钱，因为所有的钱都去付电话费啊，因为我到那边没有朋友，我就开始习惯我寂寞我有压力的时候开始找朋友找家人，然后跟他们聊天，然后尤其在那里讲的都是日文，你终于有个地方可以讲国语。对，我从那时候开始就爱讲电话，到现在已经11年了吧。哇，我只要有一天忘记带电话，我整天就会觉得我少了什么东西，而且我好像没有安全感，对不对？对，会躁郁。那也要有人听你讲啊。有啊，很多啊，很多朋友啊。哎呦。录影当中会有铃声，在学校铃声是下课。而且我们刚才讲到电话，电话就响了。你觉得？你看，我觉得是下课，他觉得是电话铃响，没有，可能是火警啊。没有，小燕姐，因为我在日本第一天到日本我就碰到鬼，而且就是你不要吓我好不好？就是电话，所以真的吗？真的。然后他的电话怎样？哇，那讲起来很长，你要听吗？要啊，真的吗？对。我那时候跟我的，哎呦，不会再等一下又想起来了吧？我跟我的助理两个，那时候我完全不会讲日文，19岁，日本人讲说19岁之前，如果你不会碰到鬼，你就不会碰到；如果你会碰到，就是会碰到。嗯，那时候我们一去就是住饭店的房，那个房间最后一间，我假设那个房间是4701。嗯嗯嗯。然后那时候是1995年的12月，非常的冷，所以我们走，嘿。我们是安全门的旁边，就最后一间，安全门都绿绿的，我们自己吓自己，觉得很可怕。然后进去里面呢，很冷，我们就把那个温度开到30度。啊，你看，你看，我们要讲。我跟我的助理两个。那时候我完全不会讲日文，19岁，日本人讲说19岁之前，如果你不会碰到鬼，你就不会碰到；如果你会碰到，就是会碰到。嗯，那时候我们一去就是住饭店的房，那个房间最后一间，我假设那个房间是4701。嗯嗯嗯。然后那时候是1995年的12月，非常的冷，所以我们走，嘿。我们是安全门的旁边，就最后一间，安全门都绿绿的，我们自己吓自己，觉得很可怕。然后进去里面呢，很冷，我们就把那个温度开到30度。啊，你看，你看，我们要讲了。好，我不是这不是，这不是制作单位安排的吧？不是，啊，那不能讲了。没有，这是中式的一种铃，你们这什么铃啊？我要继续讲下去吗？要，没关系。好，你讲，不怕，小燕姐正气很足，来你讲。而且你有佛珠对不对？对，我没有。好，你讲。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一进去有客厅跟房间是分开，然后是双人床，旁边有两个那个床头柜，然后我们两个轮流去洗澡，厕所的灯非常暗，暗到我们拿手电筒起来放在那个洗面台那边，然后来洗完澡两个就要睡觉了，我关掉我的灯，然后他还开着，他在看书，然后我就躺下去大概5分钟，我就觉得说我想看确定一下这一个礼拜，因为我们第一次去一个礼拜的 schedule， 我就要想要跟他确定拿那个传真纸来看，结果我发现我要转身就动不了，然后就动不了，后来我眼睛一打开就一个胖胖的男生，还戴眼镜，然后压在我的身上，然后我又可以看得到天花板，就是一种透明的感觉，很奇怪，我也无法解释的感觉。后来我就要叫他嘛，他就掐我的脖子，我就这样，然后我也不知道我挣扎多久，后来我用我的脚去勾他，然后我助理就拍我一下，我说你刚刚没有听到看到有人压在我上面，他说没有啊，我那里没有看到
人在敲我脖子，你至少听到我在那，你怎么都不理我这样子。他说完全没有，所以我就觉得是我自己太累太累。然后我们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墙上的灯就啪一个关掉了，然后我们就想说 OK，那时候真的没有想很多，就想说刚刚厕所那么暗，所以是可能电器有问题，然后电视就开始荧幕就开始嘶，就像电影里面一样。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听到那个客厅那边就是有人好像快步在跑那种声音，然后我们开始觉得怪怪，后来就听到一个表的那个金属的声音，我们就往他的那个床头柜旁边一看，那个他洗完澡那个表这样放着，对不对？然后表就这样转转圈圈，围成一个圆圈这样子。我们两个看到就真的吓到，两个一起看过去，然后就马上把所有的行李都丢到行李箱里面，然后就冲到楼下的柜台，然后语言不通，日文一句也不会讲，英文又烂，然后两个在那边说，我刚刚有一个那个 ghost 压在我的身上，那个 light turn off 什么的，然后他就觉得我们神经病，我们说我们要换房间，他不让我们换，那时候已经是晚上一点了，因为我们到饭店是12点，他不让我们换，我们两个就准备在 lobby 睡觉，因为我们两个那时候是19岁嘛，看起来更小，又穿睡衣。后来他过了半个小时，他觉得我们很可怜，他就帮我们说好了有房间了，比如说刚刚是4701对不对，这次就帮我们换到3701，同样不同层楼，但是最后一间还是一样，最后一间最下一进去是两个单人床，然后中间一个矮柜，然后我们两个就像面对面，眼睛都开很大，然后圣经全部打开的，然后两个这样对看，然后我们的 schedule 就放在那个桌子的中间，因为我们又确定完之后这样，然后突然电话响了，我们两个单人床中间那个电话叮就响了，我助理就接起来，然后对方就一个男生，中年男子的声音，他就一直说他要找 Vivian， 因为那时候我19岁，对我们来讲是中年男子嘛，他说请问 Vivian 在吗，然后他就问我说我在日本有没有朋友，我说我没有朋友啊，他一直说我现在，因为他讲的是很简单的英文跟日文，他说我现在要过来，你们在几号房，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你可以打信来为什么问我们这几号房，我们就把电话赶快挂掉，然后重点是我们两个在讨论，我上飞机前妈妈说你如果到日本人家不会念你的名字，你就用妈妈的英文名字 Vivian 好了，所以没有人知道我叫 Vivian， 我完全没开始用，所以那时候还不叫 Vivian 对不对，对，然后后来电话又响，叮叮，他又接起来就说我是 Vivian 的朋友， I come from Osaka， 他说他从大阪来的，然后他就一直要叫我听，后来我们就是又挂又接又挂又接，最后就把电话直接放着了，然后我们就睡觉，起来之后我们发现我们这么大张的传真纸不见了，因为我们连行李都没有开，我们已经不打算要干嘛，然后就开床看床底下全部都没有，后来早上10点公司来接我们，我们就跟他讲这个事情之后呢，他就说没关系，我们现在去工作，5点以后我们回来换饭店，然后下午的时候我的经纪人长虹公司的经纪人就来了，然后他也是住到47楼，可是不同间，他想看看东京的那个景色嘛，他窗帘一拉开下面全部都是坟墓，就是刚好他那个角度看下去，所以他们就相信我们讲的话， OK， 恐怖了还在后面，5点以后我们回来换，我们要他就带我们换饭店，我们换到另外一个饭店之后又是最后一间，我们说我们不要住最后一间了，好，搞一个搞到6点，然后老板说6点半到楼下集合，我们去吃晚饭。然后那时候外面很冷，我要开我的行李箱，要找大衣，但是我行李箱打不开。可是我从来没有设过密码，都是0000嘛。然后我就call饭店的人，就说你帮我把锁敲坏。就饭店的人过来，他就说你给我15分钟，我帮你找看密码。如果找不到的话，我们再把锁敲坏。那15分钟以后，他把行李箱送回来，他说小姐，你的密码是4701。这是第一间那个房间的号码，他说4701，你们可能自己忘记自己的啊，什么声音？没有，他说你们可能自己忘记你们那个号码。我说没有，这是妈妈给我的行李箱，从来没有设过密码。就后来我们就去吃韩国烤肉，然后公司的人有那个天珠嘛，他就给我戴以后，我再抖了3下以后。我就好了，之后我就一直带着那个到台湾之后才还给他，然后我在日本还没做黑色饼干之前，我自己的 solo 我先有出过5张单曲跟专辑嘛，我第一张单曲我第一个演唱会就是在大阪，而且那时候我的男生的歌迷最多，对，所以他是一个好朋友、yeah. 而且他知道你叫 Vivian， 对，他叫我知道我叫 Vivian，
那时候只有我日本的老板跟他秘书知道我们想叫 Vivian， 但是他们两个都是女生，我们半夜换房间他们也不知道，也没有需要闹我们啊。就是 anyway， 他其实那里也有好朋友啦，感觉上也对照顾你，他只是好像有一点要跟你暗示说欢迎你来日本。对啊，后来我们就是跟妈妈都是这样去解读这件事情。对，所以有一点点的巧合，又有一点点的这很，但它不是一件太坏的事情，对不对？可是后来我都很怕一个人住饭店，我很怕那个电话响，而且我怕那个就是客厅会有声音。我觉得470 suppose 是应该很 lucky 的号码，因为在日本其实接下来你都是一个还算 OK 的一个过程。后来等我比较出名以后，跟几个日本的艺人的朋友聊聊这件事情，他们就说那个饭店在日本是很有名的闹鬼的啊，你不知道吗？就是那个石田纯一大哥啊，然后几个早安少女的我的好朋友，他们就说那个饭店很有名的闹鬼，所以他的一楼的 lobby 在就是在大概我们的二楼左右，因为要上坡上去，上坡，它是以前是山坡地，然后上面都是粉粉，所以那里 OK anyway 第一天到了日本就交了一些朋友，他们保护你在日本从欧萨卡红旗。对啊，哎，其实有的时候讲解当然是很恐怖，不过你从好的一边去解释，他也在保佑你这一路走过来。哦，这个今天我们希望这个 Vivian 这张新的专辑叫做狠狠爱，要爱就要狠狠的爱，就要不由自主的爱，勇敢去爱。我觉得 Vivian 是一个很勇敢很有自信的女人，尤其到了这个年龄好好的表现你最真实的一面，祝福你哦！谢谢小燕姐，谢谢。